哎，刚才呢我们有聊到小沈阳这些年这个角色变化很多，对不对？不光是这个形象变化很多，其实呢女搭档也换了不少。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好不好，来看一下看看以前合作过哪些女搭档。好，哦，闫妮儿。哦，在三枪的时候，还有就是《乡村爱情》当中和陈燕南的伴奏吴依迪，还有嘞，是《乡村爱情三》的时候，小沈阳跟李秋歌，对，然后下面就是现在的大笑这部戏江湖林熙蕾。对，闫妮还有这个金梅梅啊，还有这个吴依迪，咱们先不要谈。嗯，听说在剧组里面，杨仔有对林熙蕾小姐有个专门的爱称是吗？哎，有过没有？啊，是我一般就跟慢慢进一个剧组跟熟的人就好起点外号啥的。外号啊！哎，这个要听一下。哎，我听听你这个外号啊！来来来，你管这个林熙蕾叫怎么称呼？叫蕾蕾。蕾蕾，这叫外号，这叫观众朋友们，这个是外号吗？阿蕾，对呀。这明显是个昵称，你知道吗？对，昵称就特别特别近乎黏糊那种的，你知道吗？是磊磊，你也不是见面第一次就管人叫磊磊吧？是不是要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？熟了以后，熟就是从哪场戏开始以后是磊磊的？从第二天吧。太快了，你这速度，你这。那这么样，我们商量一个事儿啊，因为我跟脸啊，我们俩也特别喜欢林熙蕾，但是我们不好意思叫人磊磊，这样。待会儿呢，我们说有请我们这部戏的女主角出场，她是你帮我们喊，你说蕾蕾，这样你一喊，我们也都好意思，好不好？这我们也叫上蕾蕾了，行不行？好啊，可以啊，来来来，听我口令啊！接下来有请我们这部戏的女主角，她是蕾蕾。哎呀，蕾蕾，林熙蕾，哇，蕾蕾你好，你好，蕾蕾，我叫鹏鹏。我叫露露，我叫秘密。那什么，我叫脸脸。脸脸。这还有珊珊。珊珊。还有平平。平平。